来看顶级打脸。听说小品在这期末考试好，语文20，数学15，英语才30嘞，不像我儿子，能分高考100分，别提有多省心了。小品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用你那些期末不及格的考试分数买了彩票，结果就来心疼你。儿子，你以后就当老板，雇你表哥给你打工。不行。有钱了不起啊，人品不行也白搭。听说小品天天撒谎，这要是长大了怎么得了啊？插播一条重大新闻，某市一小学生训练出一批说谎并不改色的卧底，协助抓捕了跨国犯罪组织头目，特此表彰通报。这是小品，哎呀，没想到我这爱撒谎的儿子还能干成这种事儿。多懂点事儿，听说你天天惹你妈生气，气得她拍桌子，简直就是个不孝子呀。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别打劫，打劫，你们还敢打劫？欺人太甚。这也多亏了小品成天气我，让我练成了力大无穷的铁砂掌。听说小品成天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说不定以后把家产都卖光了。至于小品的钱，我先帮他保管。你花500万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败家子儿啊！多谢你用鲜血接触我千年的婚姻，老夫就带你们一起飞升仙界。我们消费8万8，谁买单？